经过暑期档古偶剧背水一战，估计杨子凭借《长相思》击败迪丽热巴的《安乐传》后，估计九十花流量第一的位置是可以坐稳了。所以现在还出现了一个热搜：杨子、赵丽颖市场认可的女流量 TOP 二。意思看来是赵丽颖作为八五花老大，杨子则是九零花第一，两个人在市场上大杀四方，得到资方、剧方厚爱了。但是这条话题并不被大多数网友认可。 虽然粉丝想表示优秀女演员不比较不拉踩，但是现在舆论场上赵丽颖碾压杨子应该是没有争议的。那么今天这个把两人绑定的热搜，想必就是杨子那边的手段了。杨子团队相当看重最近这部剧，买了不少推荐位，把不少话题的链接和热度都关联上去了，还和三个男主大力炒作 CP，再配合发通稿营造爆剧氛围。 热蹭了赵丽颖也算是宣传手法之一。现在业内对赵丽颖和杨紫的态度肯定不一样，尤其在现实主义题材的正剧这方面。虽然杨紫也有早期老本，但是这几年转行偶像剧后，已经很难再证明自己的演技了。而赵丽颖已经可以去接触青衣角色的剧本了。两个人在资历、气质方面相差很远，在剧方那里都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演员，差距还是相当远的。